欢迎他们给我们带来今天的作品，名字叫做《夹层》。喂，小马，通知一下各部门，晚一小时再开会。我这来一奸商，我跟他解决一下历史遗留问题。嗯，得，一句话的功夫，哥们儿就成奸商了。离婚协议，这是我的，您的呢？放心，今儿是咱俩的终身大事，我就是坟不去上，也得来会一会您。你怎么没签字儿呢？就不愿意过那签字儿的瘾，拿去，当名人字画卖吧啊！滚刀肉！别吃啊！现在知道别口了。狗嘴里吐不出象牙。谁嘴里都吐不出象牙。请。嘿，真怪，结婚一层，离婚顶层，多棒的寓意呀、啊！过到头了，封顶了，不合理。对，应该每层都设一个离婚办事处，结婚一年的二楼离。结婚两年的三楼离，这么以此类推。照你这么说，七老八十再离的还得去趟迪拜。甭啊，直接跳伞多快呀、啊、时间再继续，自由属于您啊。您终于可以在苍茫的大海上高傲地飞翔。你也可以不用再想是生存还是毁灭了。谢谢谢谢。不过说真的，谢谢你请我吃过的那些麻辣烫。你所谓的自由，我去啊。你去啊。我会去的。你快去啊。你放心，我去。你去啊。我去。你去、啊、我这就我去，怎么了？我哪知道，这破电梯怎么会这样？坏了呗。我知道，可是你知道还问？可它为什么这时候坏呀？我哪知道，我就是开出租的，我又不是开电梯的。喂喂喂喂喂喂，有人吗？有没有人？哎，甭费劲儿了，安心的等着维修的人来吧。跟你在一起永远都这么倒霉。你第一天认识我呀？别打火。啥呀？一点常识都没有。电梯门封闭之后，氧气本来就稀薄，你再一打火更不够用了。我抽我这边的空气，你那边的我不动。我叫你别打火，你怎么不听呢、哎、你别动，你别打火。不知道这在哪儿吗？哎哎哎哎，我都说了不让你动，你还动。你别再动了啊！外边有人没有？能不能听见我的说话？有没有人？回答我！没人啊！谢谢啊！没人。我是……你先别害怕啊。咱们一定会想办法的，
这样，咱们先做道题。问，咱们俩这样摔下去之后，会有三种形态 ：A 是饼子形，B 煎饼果子形 ，C 饼撑子形。请你作答。好，你选择了沉默，这题零分。咱们再来做下一题。问 ，A 点到 B 点的距离，两个人下坠4.7秒，重量270斤。问 ，A 点到 B 点。你别拼了，行吗？我抱你一下成吗？为什么呀？不为什么。你抱多长时间？还打表呗。那我想按夜间表走。抱。哎，你不觉得咱俩这样像吗？我觉得你的腿有点多余。我觉得你手更多余。哎，你这样，你哭行，您能别抖吗？您这一抖，整个电梯都跟着颤。都是你，要不我怎么会到这儿来？咱们不都寻，都想追寻彼此的幸福生活吗？不能拖你后腿。这一年你过得怎么样？分居的这一年啊，还成。你养的花呢？蔫了。鱼呢？鸟叼去了。鸟呢？猫抓走了。猫呢？狗吓跑了。狗呢？不知道在哪家狗肉馆化身成狗肉酱了吧。你怎么样？此成副业呗。本来还想去欧洲散心的，可现在……欧洲？什么粥啊？好不好喝？欧洲我知道，可哥们儿没那么多闲钱去啊。如果你想去，随时随地都可以去，钱不是问题。你也可以比现在过得更好。我就应该在新加坡了。你呢？明年一定还会很六贵府买的，挺贵的呢。你觉没觉得这电梯开始颤了？不行，这样不行。来，你上我身上来。快，干嘛呀？电梯有缓冲，万一有什么事儿的话，就能用到缓冲来。我不上，快点儿！干嘛呀？来！你醒醒！你醒醒！你醒醒！